小狗，你跑慢点，你现在怎么这么调皮啊？星期天放假了，小赛罗到楼下遛狗，可是突然走来一群怪兽挡住了去路。不好，是怪兽。小赛罗你别怕，我先去问问他们想做什么。你好怪兽叔叔，你们能让开路让我们过去吗？好你个小赛罗，自己不敢过来还让小狗来替你说话，我是来找你的，快把奥特勋章交出来。不能欺负小赛罗，小赛罗是我的主人，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。有点意思，那我就先抓你这只小狗，然后再抓小赛罗。小赛罗，我拖住他们，你快去叫人来帮忙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快走吧，不然我们谁都跑不掉。那好吧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这就去找人来打怪兽。小赛罗在公园找到了赛罗，而赛罗正在钓鱼。爸爸，爸爸不好了，咱家的狗被怪兽抓住了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小赛罗你别急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去把狗牵回来。赛罗骑上摩托车去找怪兽。狗狗别怕，我来救你了，竟敢欺负小动物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赛罗爆发光之能量，他变成了黄金无限形态。赛罗只用了一招就把怪兽消灭了。赛罗主人，谢谢你来救我。你那样保护小赛罗，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狗狗是我们的朋友，大家要善待他们。